水蒸气啊，很爽啊！我才觉得我在流汗呢。很舒服哦。哇，很大了哎。啊。121只。63块。橘橘子。好不。121只。以上。39块。我看我们可以挑战完了。也不错。1、2、3。好开心啊！拜拜！拜拜！哇，好玩吗？哇！下来了，要左右摇吗？到妹妹呀！哇！好玩吗？下来了，要左右摇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呀！不管了。这边都可以做滑梯呀，水果啊。Oh no！ 来，我们去玩别的，来，寻自己去玩呢。我也快点点 ，OK？ 寻，很冷啊，快点快点。好冷好冷。啊，这个也是不错哎，你看黄色的，来，我们做这个来。喂。来招。喂。而且等了这一个期待已久的，先等了而且，迫不及待坐上去哦。喂喂，坐好啊。我去游泳啊！我游泳啊！海豹，人体海豹，好玩吗？很累啊！很爽哎！很累啊！
啊？你觉得怎么？他太厉害了，他太厉害了。妈妈，你醒着呼吸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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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w inches later. 妈，我很勇敢。刚刚下来要哭包了。刚刚他的这个，好像要飞起了。因为刚刚玩这个的时候不可以录影，所以只可以下到来再拍你的。他下到来，他魂已经不见了。是啊。看到没？你不是很勇敢的。孩子想要玩很刺激。阿星这种，阿星这种哇，很好玩哦，很刺激哦。人家你下次来就拍了，好了好了，反正我们错别了。他那个拐弯，这到都要吓尿了。我们去滑冰了。那两个去那边玩水啊？哇，我们玩那个很长一下哦。金狗狗几大胆哦，天，他去玩什么？什么来的 ？Superman。我们看都是 Superman 啊。哇，来了来了，都没来了，很快呀，很快呀，很快呀，好玩吗哥？好玩啦，你很厉害耶，我要颁个奖给你，全部奖状你都玩完了哦，是啊，有啊，他这一个锤，哎呦，那个太恐怖了，不可以啦，这个应该不敢玩，太危险了，那边好玩吗？它有一点点慢，不算快，然后它不通风啊。它虽然是有彩虹那种光线，但是它不通风啊。它里面很热啊，很热很闷的。然后那个刚刚 Superman 呢？ Superman 就比较快。好玩。坐着休息了，很辣。玩了一整天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对。你们玩了这么多个，你们觉得最刺激是哪一个？刚刚玩那个。有喇叭这样子啊？有喇叭。有很多，你们我们都没有拍到。是啊。因为有些是不可以带电话上去，所以是不可以买的。但是他们有挑战哦。他前天他第一次的时候是有酷宝，然后结果呢他自己要求再玩第二次。他讲很刺激哦，很刺激，然后就玩第二次了。有。没有。行，你讲。你们可以玩。三个你觉得最好玩的，推荐网友。绿色的刚刚第一个。那个绿色的喇叭这样子是不是要调转来玩比较好玩？对。要跟阿邦讲调转来。第二个是什么？
那个鹅也是同一个设施的地方。这张设施哪一个？那个船。船？不知道啊。船哪一个船？那个冲浪，啊、那个海浪是吧？先到你，你觉得三个最好玩的是什么？海浪，海浪是刚刚也是在船那边的是啊。然后第二个。哦，那个好像龙杠样子的，转一圈的是啊，你穿戴那个浮圈是啊，然后还有嘞，第三个你觉得认为最好玩？哈哈哈哈哈！好无聊啊，快点讲，第三个你觉得认为最好玩？太多游戏啊，你也比。我在这边最好玩的呢，就有特别的呢，就是那个龙杠的那个那个道具的，它本身呢就有一些水力去推你去动了，所以你会省回很多力。而且过程它很像很不错。啊，对，过程比较少，在外面比较少有了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那个彩虹的咯，虽然但是那边有一个问题不好，就是太冷了，它太多那水一直淋下来。杜妈没认为呢，这边全部都很好玩，很新鲜，然后很刺激，很快。然后呢，小朋友呢很多设施都可以玩。我觉得120以上基本都可以玩，基本上全部可以玩。我们问过很多工作人员，他们都可以 玩，但是要爸爸妈妈陪同啊。对，我觉得这边对小朋友来真的很适合，你们可以带他们来这边玩 哦。然后呢，他们现在做 promotion， 很像到三月尾巴了，那个价钱啊。我刚刚讲是到三月尾巴。然后过后呢，就很像是百多起跳。所以你们要这个假期可以带小朋友来过来玩哦。对，这个是真的很适合。小孩子很适合小朋友的地方，对，我们一天可以玩完全部的设施啊，是啊，不错，可以啊，你觉得满意没有今天？满意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玩，我先吃完先。满意没有？满意没有？这个吵了我们很久。他今天就问我几时再来玩，好，这么就问了。明天我们又来玩。刚刚我也是这样。好了，喜欢的话。敢玩是啊，基本上大人他们都敢玩了。劲哦！不辣的，这个是甜酱来的，甜酱来的，里面没有。